So keep your head up, princess, for your crown falls. Know these voices in your head will be your downfall. I know it gets so hard, but you don't got far to go.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Our tomorrow may be dark, painful, difficult, and we might stumble or fall down. But the stars shine brightest when the night is darkest. And if the stars are hidden, let moonlight guide us. If even the moon is dark, let our faces be the light that helps us find our way.他放学回家开始刷题，你问他在干嘛，他说他在玩游戏，于是你继续玩，你玩到夜里十二点，他刷到夜里十二点，最终他入了重点学校，而你入了偏内，最后你也只能无力地来一句，凭什么。你说了那么多遍努力，最后还不是捡起了手机，喊了那么多遍要好好学习，还不是败给了懒。你什么时候能够脚踏实地想想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而不是凭着三分钟热度去喊梦想。刚开始自律要做的五件事：坚决不带手机上床，凡事提前十分钟，学会拒绝，习惯孤独，不参加无意义的聚会，停止抱怨，自我反省。我努力是为了去见我喜欢的人，去我喜欢的地方，过上我喜欢的生活，而不是为了给任何人证明我有多优秀。清华学霸给中学生推荐的三个学习方法：一、早上起床必须要背东西，一首古诗词或者二十个单词，不要贪多，重点一定要默写。二、午休睡二十分钟最完美，太多了犯困，睡少了效率极低。三、放学回家先写理科作业。不是特别好吧，身高长相不是特别标准吧，家庭条件不是特别优越吧，游戏更没有达到职业水准吧，所以你不努力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努力一点，风华正茂的年纪别站在原地，让你仰慕的人也仰慕你，请保持努力你未尽的力。哪来那么多优秀，字好看是十几本字帖练出来的，吃不胖是每天少吃多运动来的，成绩好是你在玩我在摸。从班级垫底到考上厦门大学，我的高考有多拼命。我中考的时候考的不是特别好，所以进了一所重点中学的普通班，其实就是最差的班级。当时我想，既然是在最差的班级，那我就一定要考得最好。我们年级当时是1700多人，我中考的排名是1200多名，而进入重点班需要排名在前400。我很想高二的时候进入重点班，所以我的高一特别拼命，我周围的人都夸张地叫我刷题姐，因为只要他们看我，我就一定在刷题。其实当时班里很多人都对我很不屑，我清晰地记得有一个中午别人都去吃饭了，而我在抄书上的文言文，然后整理笔记，有一个女生从我身边经过，看了我的本子一眼，
然后略带嘲讽地说，你抄他干嘛呀？我当时被问得哑口无言，我支支吾吾地应付了一句，就继续整理笔记了。我承认我当时确实做了很多的无用功，因为我并不是一个会学习的人，我没有学霸的那些高效的方法和技巧，所以有些为努力是无法避免的。哪怕是这样，我也不敢停下来，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同班同学有多厉害，我真的很想考第一名。所以我当时想，哪怕为努力也要比躺平强很多。当时的我独来独往，干什么都是一个人，我去吃饭永远都是跑着去，别人吃半个小时的饭，我只需要十分钟。我永远是第一个到教室，最后一个离开。早上5:45开始学习，晚上10:20离开教室。就那样孤军奋战，拼命努力2个月。说实话，我之前的人生从来没有那样为一件事情拼命过。不久之后，我迎来了高中生涯的第一次月考。其实当时心里挺没底气的，哪怕我比身边的绝大多数人都要努力，但是我依旧没有觉得自己的结果会比他们好。第一次月考一眨眼就考完了，学校阅卷的速度也很快，大概考完3天，全校1700多人的成绩单就打印出来了。我至今都忘不了那个下午，当时我坐在最后一排上自习，我们年级主任从后门进来，把我们最后一排的同学都叫到办公室里分成绩单。我走在去办公室的路上，心里既紧张又激动。我当时只希望自己能考进前600名，我就知足了。办公室里放着整个年级的成绩单，我很快就找到了我们班所在的那一沓。密密麻麻的成绩单上写满了全班同学的各科分数。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一个怎么样的结果。最终，我鼓起勇气去看了我们班的成绩单，映入眼帘的第一行写着我的名字。更出乎我意料的是，校排名那一栏写着276名，这个数字我至今都记忆清晰。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描述当时的心情，我真的没有想过自己可以超越很多重点班的学生。我们班主任看到成绩单也很震惊，因为普通班能考进前600就真的已经很了不起了，而我却考了200多名，比我们班第二名高出160分。从那天开始，各科老师开始格外关注我，所有人对我的不屑也变成了敬畏，甚至是仰慕。我的座位也从最后一排被老师强行安排到了第3排。那一刻，我真的尝到了努力带给我的甜头。有了前2个月的经验，我大概了解哪些是伪努力了，所以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我规避了很多错误的方法，更加勤奋认真的学习。第二次月考很快也来了，和上次不一样，我并不是第一个看到成绩单的人。当老师拿着成绩单出现在教室的时候，所有人都安静地等待老师宣布第二次月考的成绩。说实话，我当时很害怕，我害怕自己不再是第一名，也害怕自己的校排名会下降。我把头趴在桌子上，不敢面对。出乎我意料的是，老师第一个念出了我的名字，然后停顿了一下说160名。当时我的呼吸都快静止了，很多人都看向我，他们也觉得不可思议。好不容易熬到下课，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是不是中考发挥失常了才来了普通班。我说不是，我的基础确实很差，一开始我和他们的水平是一样的，但唯一不同的是，我下定了决心要考第一名。我付出了比他们更多的努力，即使一开始我的方法很笨，但至少要比躺平强。我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既然没有天赋，就不断重复，谁也不比谁聪明多少。你的班级无法决定你的高度，你的学校普通也不影响你出类拔萃，你是谁由你说了算。你想到达怎样的高度，就必须付出超乎常人的努力。不要怕犯错误，也不要怕自己的学习方法不够高效，先做起来再去做好。没有什么事情是一蹴而就的，只要你足够想要，全世界都会为你让道。你的未来由你说了算。
自己三分钟热度，你明明白白知道坚持下去会得到什么，你也知道这件事情不去做的后果是什么，你都明明白白，可你就是放不下眼前的安逸，你这样谁救得了你？我们为什么要努力？这是我听过最好的答案。为了点餐时不看价格，先找自己爱吃的，为了去我想去的地方，说走就走，为了在累成狗的时候能随意打车，为了让父母更体面，花钱不必斤斤计较，为了让我选择生活，而不是让生活选择我。成绩无下限，社交不成功，油少还偏宅，人丑还颜控，没钱还任性，蠢才不努力，人胖还爱吃，人穷不剁手，单身还矫情，你占了几点？改正它，至少可以帮你解决90%以上的烦恼。共勉。三年共有26门课程，八个学分取得 A 级。大二两年学分期位列班级两学期的物理化学成绩分别达到96分和99分。我每周的英文、阅读、一线阅读量超过3000页。一年来，共完成3000字左右的英文论文，共32篇。不在牛津交换的所有课程成绩都获得4.0 ，GPA 连续3.1。这得益于我把每门专业课都当成学术训练来做的态度。有150万患者的多囊肾病研究，因缺少关键结构信息，几十年来人们一直无法理解相关蛋白的工作机理。我和所在团队经过3年努力，成功解释了相关通道蛋白的开闭机理，成果发表在《自然》中。我们又首先获得了对理解多囊肾病最重要的不同的结构，成果发表在《Science》杂志上。像志愿活动221小时志愿工时，还有很多孩子们需要更多。我参加了由外交部和国家体育总局组织的巴基斯坦卡帕和中国的三国青年板球友谊赛，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很难想象，在大一，板球对于我来说完全陌生的，但在大四，我就能参加这样一项国际性的体育比赛。我的基础比较弱，只能先好好学习。我在低年级时，一周7天，几乎每天都是晚上准时10:10回到宿舍。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图书馆是10点钟闭馆。我的努力也获得一些回报，我的医学位所有课程都达到了 A 级以上，科研的 GPA 达到3.93。因为我对理论与计算化学比较感兴趣，这个学科的数理要求非常非常高，我还选修了数学双学位。虽然说我的高考分数不好，但是我还是为自己的努力的去学习。虽然说我最后的成绩跟大家比还比较好，但是其实这不是我为了想跟大家比而最后得到的结果。